是不是喂母乳月经就不会来？月经没有来，是不是就不会怀孕？喂母乳的妈妈，月经通常会比较晚来哦，但这不是就表示不会怀孕哦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性行为，还是要采取避孕措施哦，因为你有哺喂母乳，所以暂时不建议你吃口服避孕药来避孕，建议你可以用保险套、子宫内避孕器、避孕贴片等方式比较恰当哦。原来月经还没有来，也有可能会怀孕哦。我一直以为喂母乳就不会怀孕，那我得做好怀避孕。现在照顾一个就这么累了，要是再不小心怀孕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是啊，所以建议你间隔1到1.5年，让身体复原，再怀下一胎，这样对妈妈、宝宝，还有整个家庭都是比较好的哦。